看鱼，看它的鱼，那个它有多大，多少钱一斤？双叶湖，我来了。今天双叶湖东浦，我们来看看能捕上什么样的鱼。多大的水面啊，这双叶湖！走，我们直接上冰面，上水面，去看看去怎么样东捕。它这水面多大？哎呀妈呀，老大了！这东西的话得有600米，南北1000多米。啊，看看马上要出网了，看这一网能打多少鱼，能有什么样的鱼。各种类的。看我们气候寒冷啊，这冰面都得多深。咱这现在冰都有多厚？得有1米。这现在出网呗。哎呀，大鲤子出来了，这是第一条鱼，今天东浦的第一条鱼。哎呀，哈哈，出个大嘎了，这又一个大鲤子，看看大鲤子尾巴红红啊。这双叶湖的鱼啊，就这么好。鲤子多少钱一斤？鲤子15。哎，这个胖头，这个小，胖头多少钱一斤？又有个大鲤子，对，哎呀，这个鲤子大，这又一条大鲤子，哎呀，大鲤子真好，2条、3条，哈哈哈，爆网了，又成鱼了，又一条鲤子，这条鲤子不算太大，咱这鲤鱼怎么卖呀？4块钱一只鲤的，胖头、白鲢、胖头和鲤鱼15。白鱼呢？大白鱼啊？啊。能不能上来？那咱这个鱼还喂吗？不喂吧。这水库鱼它不喂。水库啊，这是白鱼。白鱼上来了。哎呀，这个白鱼得有5、6斤呐。300。来，大白鱼上来了。就这么一点点吧，对。得养鱼啊。这个鲤子多好啊，粉红粉红的，就是拿个袋使一下，哈哈，这大鲤子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双叶湖啊东浦现场，我来看一下今天呢这个第一网能出什么鱼，能出多大的鱼，这个鱼多少钱一斤，再看一下这个鱼啊它是怎么养的。那就来一条，胖头不大。但是这白鱼不小啊，来大鲤子，哎，又来个大鲤子。到春天呢，大大象盛开，然后到这儿来观赏游玩，这就是这个双叶湖。这个大，哎呀，大鲤子。咱们这个水库水是不是都是山泉水啊？这都是俄罗斯的矿泉水，全都是那边山上下来的，俄罗斯那边下来的。啊，俄罗斯山上下来的。啊，这个水是一点污染没有，是不是啊？没有。那个白鲢呢？来条大鲤子，看大鲤子多好，红红。红红。看你还想往上拉吧？往上揪一揪再往。青海湖这白鱼在这个咱这双叶湖里好不好养？好养。大鲤子来了。多好！抓上了，拿走了。他这鱼挺肥呀。那咱这个水养白鱼和那个杏红白鱼基本上一样，对，是不是水质是一样的？水质好。现在不是白鱼，这要求水质必须要高，是不是？对，要养不活白鱼。要养不活。啊，走那儿了，拿走了。那出水就拿走哈。来个胖子，后面找白鱼啊！胖子，这个胖子好，这个大，胖子鲤子，哎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
上条大鲤鱼了。哎，又一条，这个胖，进来大贝壳。哎，再来两条。二弟啊，哎，一个胖子。对，来了。彩礼。在后面，在后面的。啊，这是胖头哈，咱就要这一个完事儿。没事，哎，我给你啊，要这一个。啊，要这个。这个晚上炖的。最高兴的是孩子，这种场面都很少见。这条几斤？三斤多。啊，这三斤多的，这回去清蒸啊，最好了。啊，跑了。这些人都在等着抓鱼呢。今天鲤子多哈，今天出鲤子出的多。这一网能打多少鱼呢？这个啊，一网就是一千多斤，这鲤子多哈，白鱼少。那个不成挂的白鱼。啊，就分什么挂的？对，这是底层挂的。啊，这个是底层挂的。你这天天打吗？六七八十块钱，我出去吃。啊，抢了。还有还有还有，都上来！哎，这个鲤子大，这个能有十个斤呢。这个能有十个斤，这个好。七斤，这都七八斤呐、啊。这个鲤子挺好。上鲤子来了，两条大鲤子，嘎嘎的这。这两个鲤子好啊，胖啊，但这个鲤子真胖啊。哇、啊，这外面这水库上啊，老冷了。这我们三九第三天呢、啊，你看外虽说有阳光，但是天也太冷了。水质好，这个你看这附近呢没有污染，这河湖的湿啊和那个西南湖